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深读君教您看看乙肝两对半检查报告。乙肝病毒复制的会产生乙肝病毒E抗原。免疫系统针对乙肝病毒的表面抗原和E抗原研发了专项武器，分别起名为表面抗体和E抗体，这就是两对核心抗原。血液检测根本找不到它的身影，可是免疫系统照样针对核心抗原研发了专项武器，叫做核心抗体。这就是哪个半喽？我们把表面抗原和表面抗体分成一组，简称表面组，它们主要是告诉人们有没有病毒。把E抗原和E抗体分成一组，简称E组，它们能够告诉人们病毒是否复制。核心抗体有点不同，压根儿就不是保护性抗体，它要是检测为阳性，说明乙肝病毒存在或者存在过。反过来说，乙肝病毒出现过，它就会成阳性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